哟，我是羽毛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如麦发誓。如果麦块发生这种事，嘿，没有错，今天的如麦发誓，距离上一次应该三年前吧，对。好久没有拍如麦发誓了。那今天的如麦发誓呢，大家有看到我在主画面，对不对？主画面代表什么？代表等等要玩的题目非常非常的 dangerous， 非常的危险哦。那对，因为太久没拍片了，我最近都在玩2077，还有那个麦块的秀康的伺服器。对，昨天有上一部秀康伺服器的麦块精华，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我在麦块里面盖的地下的家。嘿，没有错。那今天的如麦发誓是什么题目呢？如果麦块踩到草地会产生一只中介龙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对，没有错，就是这么刺激哦。而今天的目标呢，就是挖到一颗铁矿，只要一颗铁矿，我们就目标达成，好不好？那至于死几次没关系，只要在我先定个时间好了，定个哪一种呢？15分钟内，我们要在中介龙的炮火下活下来，并且挖到一个铁矿就好。那我们事不宜迟，准备开始今天的如麦发誓。如果麦块到处都是中介龙，那该怎么办呢 ？OK， 我们进来这个世界，这个等一下就好，我们现在一开始呢，先找到一个非常干净的，好像是这个 OK。哇，太多只龙。好，我们哦哟，为什么一直存在这种地方？我要把我啊，等一下。等一下 ，OK。好，我们要计时15分钟，15分钟内我们自己。我可以打中介龙哎！哇，这边太多，屁啦，根本赢不了。为什么从这边？我旁边有石头区 ，OK。我先找石头区。OK。我们躲好。等一下，先不要炸。等一下，好的中介，等一下。OK， 痛。泥土应该不会有事，我们要先找到木头，我们先挖木头。我们有木头之后，我们只要做一个石镐，然后找到铁，我们就可以大功告成了。我们现在已经过了1分钟，好不好？我们应该是不用打中介龙了。先等一下。哎呦喂呀，想干嘛 ？OK， 先分解。分解哦，这边还有个木头，有木头先打，木头资源，因为被中间龙炸，你完全不会掉东西耶。OK， 中间龙杀好多只哦，都飞走了，看来找不到我了。OK， 就好，这样目前还很安全。OK， 我们只要做出我们要做什么啊？对，做哇。这些鸡都死掉了，该怎么？等一下，怎么还有中介龙？中介龙其实不会。刚刚你没有看到那个中介龙很像候鸟一样在那个吗？在往旁边飞翔的感觉，那感觉很酷哎，就好像中介龙真的在什么要去某个地方。等一下。我们可以往旁边挖，没事，石头刚好旁边有个石头地，好不好？舒服啦。OK， 中介龙会慢慢飘走哎。OK， 我们现在天空都干净，没有中介龙了，中介龙不见了，我们只要等这个龙之吐息退掉。我们还有鸡肉可以吃那鸡肉哎，很赞哎。哇，我们刚好身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。OK， 这个应该不会受伤吧？对，没事。好，我们再接下来有了。好，我们有石镐了。接下来只要找到矿坑，那边有矿坑吗？那边有矿坑呢，我们要。泥土变了，我们这样跳过去，我们这样挥，然后挥过去好不好？来，试试看。
OK 没事，安全，钟介龙 OK 没事，钟介龙不会刻意来找我，安全，好，现在我们要找到一个，哎、欸，这会中毒哎、欸，我也太衰了吧，竟然中毒了，不是生的几率很低吗？哦，竟然给我中毒。这样挖到铁就好了。再加这里是泥土，好暗哦，我怎么看不到啊？哦，有了！接下来把它烧出来，我们把它烧出来就好了，我们就有那个了。就等一下。OK 哎，真的是，等一下，他们真的是候鸟，等一下，他们真的是候鸟哎、欸，就是都会往那边飞哎、欸，很酷哎、欸，啊，我东西要去拿了是不是？等一下吧。等一下，好险啊！好险！等一下，好险！好险！我电脑有升级过，我什么都看不到！好险、啊！等一下，我真的什么都看不到。等一下，喂！可恶，差一点！屁啊！我怎么都看不到？哎、欸，这样超酷的啦！这样超……等一下，我哇！等一下，你看我们剩一大堆中介龙有没有？我们剩一大堆中介龙，然后往这边看，是中介龙的迁徙。等一下，哇 ！OK， 我们目前安全，这样跳过来 ，OK，Nice， 好，这边的话好不好？这边已经被铲平了，给、okay, 我们走这边 ，OK。跳，怎么被铲平嘞？来，呀、，OK， 哇，好近，中介龙好近，哇，我好像来到了什么龙的地盘，龙之谷。这时候就要介绍一款手机游戏，没有啦，没有工商啦，对，所以如果有什么工商，对，可以来找我。哎呦，找到了！我刚刚忘记，太兴奋了。等一下我们要小心，要有煤矿，太白痴了啦！欸、好酷哦、喔。不过可惜的是，中间龙会一直往上走、欸，他不会一直来找我。如果可以一直来找我，应该会很好玩。不然就是要把可能踩石头也会升成中间龙。那是不是就不能活下去了、啊？石头、沙子跟草地，这样是蛮有趣的。我觉得可以把它改成这样试试看。好，那我现在要把那个 function 就是指令改写成踩在石头跟沙子。石头跟沙子也会产生嘛？对，石头跟沙子也会产生。OK， 所以我现在只能踩泥土了，跟不是石头了。等一下，好痛！等一下 ，OK， 然后这样更好玩了。OK， 然后好，不要，一代，啊！好 ，OK， 泥土，石头。等一下，这边都是叫哇的 heck， 我根本到不了。有了，谢谢中介龙，不要打了，拜托。差一点，中介龙不要。哦哟，哦。
远了，太远了，这边还有，哇，那边是沼泽吗？不是沼泽。OK OK OK， 稳稳稳，大家都飞往那个方向吧。哦，拜托别走了，不行，换点，这边可以，这边可以走。好了，可以了，不要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拜托，不要。差一点点点点点，不要！先往这边跑，OK， 不要，走，不要！我觉得变好难哦，我加了石头就变好难，我就不用加沙子，我觉得草地跟石头就变好难，不然只有草地真的太 easy 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！拜托，过没过？OK， 好，稳，这次很有胜算，游泳，加速！我踩的，我不应该游泳，游泳就碰到那个了，呛到，被自己口水呛到。OK， 行，晚上了啊！拜托，我在里面挖到，我不知道已经录多久了，有15分钟了吗？大家帮我看一下有没有15分钟。希望是没有15分钟了。好，接下来我要好像挖过去。这是石头吗？这是石头。This is 石头。Danger。这个不是石头，这个危险的东西，我要先挖掉。这是石头 ，OK， 这是石头。好，那接下来我要有一个合成台，对，我要合成台，先铺泥土。哎，合成台，弄一个熔炉 ，OK。好，现在晚上了，我们目标应该 OK 了啦，应该稳了吧？然后把木这个上去，走了吗？我还在看我，不要看我啦！我在走。我不想。有，哎呀 ，OK， 几杯，而且 OK， 稳，好，一颗星 ，go， 跑步 ，OK， 这个漂亮。尊龙干得好，闪避啊！中了一箭！等一下，中毒！妈，这边是被包围了！哇！冷静啊！往这边冲刺！好，一个弹跳，不要被他打到 ，OK？ 差一点！我这真的变跑酷游戏是不是？OK。OK， 我们绕得住，我们那边沙子，我们有沙子要小心。OK， 我们这样绕。OK， 我们现在满血过来。OK， 不会那个吧？熔炉不见了吧？
Fuck!